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教育部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2019年第一号留学预警。留学预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签证受到限制，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对中方留学人员正常赴美学习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之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做好相应准备。同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围绕当前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统计，2018年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占计划派出人数的3.2%。2019年1月至3月，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82人，占计划派出人数的13.5%。针对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签证受到限制、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等情况，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徐永吉进行了回应。2018年以来，没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的签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近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赴美10年签证。上述种种行为已经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尊严造成伤害，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以说，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希望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多做有益于促进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事情，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做出努力。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中美之间出现经贸摩擦，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总体形势仍保持平稳。美国高校对华交往合作的态度是开放的，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是欢迎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著名的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斯大学这样的学校的校长，他们都在纷纷发声，他们表示呢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那么像哈佛大学的校长他就表示呢，说这个中美高校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也就是 IEEE， 日前对华为员工及华为资助的个人参与审稿作出无理限制。作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做法引发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批评。2号，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已经解除了对华为及其子公司员工参与协会出版过程中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的限制。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6月2号发表声明说，所有协会会员都可以继续正常参与协会的全部活动，无论他们的雇主是谁。声明还解释说，此前限制性的做法是为了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经与美国商务部沟通，华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可以参加协会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5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限制交易的实体清单。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随后发表声明说，华为公司及其员工无法参与协会一些通常不向公众开放的活动，包括部分出版物的同行评审和编辑过程。中国科协所属实学会2号发表名为 IEEE 审稿门事件是对科学家个人和机构的严重歧视的声明，敦促该协会以实质举措消除事件的恶劣影响，让学术交流回归正常轨道，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全体会员和全球科技界。美国不断挑起与多国经贸摩擦，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刚刚过去的五月，美国三大股指遭遇重创，市场人士普遍担心经贸摩擦升级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据彭博社统计，美股三大股指五月均遭遇重创，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6.69%，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下跌6.58%，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7.93%。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五月蒸发4万亿美元市值，是1960年以来跌幅第二大的黑色五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经济主管切坦·阿西亚二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五月美股经历了今年以来最糟糕的月份，但投资者可能仍然低估了经贸摩擦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以及对全球宏观经济前景的影响。他还预测，如果经贸摩擦升级，经济衰退或将在一年内出现。另据彭博社援引美国蒙茅斯大学近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报道说，6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更多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同样比例的调查对象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中美经贸摩擦会使美国经济受损。 So this is terrible for consumers. It's terrible for businesses.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this proposal, only losers.Ultimately, U.S. consumers will be the ones paying the tariffs, or at least a big chunk of it. Companies can try to pass it along, but there is pressure to move those cost increases along down the line. They can't absorb all of them without taking big hits to their own profits.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继续我们的壮丽七十年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一个叫做巴彦敖包嘎查的村子。作为传统的蒙古族村庄，半农半牧是巴彦敖包嘎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这个村子却是当地乡里唯一一个没有草场的村子，这里要如何发展养殖业呢？在距离巴彦敖包嘎查近100公里的一片牧区草场，江长波又来看他家寄养在这里的马匹。每年3月份，他都会花上将近一天的时间，赶着20多匹马送到这里借场放牧。养在这里半年多，每匹马需要400多块钱的费用，但江长波还是认为很值得。在家的话，没有青草，吃青草的马和吃干草的马就很大区别。一个马的话，最低的话得差个100多斤。100多斤就差1000多块钱。在嘎查，江长波家的马已经是最多的了，因为必须借场放牧，加上用马需求下降，价格不好，全嘎查的马已经从10年前的400多匹下降到200多匹。近年来，随着放牧对生态环境威胁的加剧，当地不得不持续扩大禁牧范围，保护草原，这样能借场放牧的草场也越来越少。因为缺乏资金和饲草料，单个牧民很难实现集约化的圈养。2016年，村里就成立了合作社，把村里各家的马集中起来养殖，同时还能结合当地的生态旅游，提高效益。马都入股，把他的马拿来我们这儿集中供养，然后他可以折合多少资金入到我们合作社，我们按多少比例给他分红。骑马啥的，一年呢，收入能达到，就管这30多匹马就能达到。就是20多万，养殖我们每年现在这个合作社纯利润一年能达到40-50万吧，平均最少的一个成员的话，一年也得分个3-4千块钱左右。像我们入市时间长点2-3年的，现在应该分到7000多到8000块钱左右。我们看到哈，牲畜变成圈养，改变了过去散养靠天吃饭、饥饱不定的状况，牧民们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养殖技术改进了。那么当地闲置的秸秆再经过处理呢，也就可以变成更加有营养的饲料。在我们第三次来到刘金龙家时，他家的小羊出生了。因为做了2次肾摘除手术，刘金龙干不了太重的活。2018年初，村里分给了他8只羊，他便开始学做养殖。仅仅1年多，家里的羊就已经超过40只。这次不到1小时，他家2只母羊就又生下了5只小羊羔。2个月以后，他们就可以变钱了。
工资能卖个到700左右，亩子就能便宜点，500-600这样。春季卖了一部分，二十多只吧，小雏羊卖了10000多块钱。刘金龙家的羊叫小尾寒羊，最大的特点就是繁殖快，成年母羊2年能生产3次，一次最多能生5只。这2年羊的价格好，算下来一只羊1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000块钱，因此已经成为村里养殖羊的主要品种。由牧场放牧改为社饲圈养后，当地一直在养殖品种的改良上下功夫，而找到好品种后为什么更是关键。长期以来，当地最主要的饲料就是玉米秸秆，但是直接作为饲料，秸秆的利用率并不高，效果也不好。就是那个，它利用不上，它牛搅不动，它就不吃，完了都基本上就是烧火了，20%-30%吧，利用率，就这么原始喂的时候，标情上不来，毒它也是那个少。胡军甲养着20多头牛，是附近村布拉格台嘎查的村民。他介绍，以前很多村民的秸秆都是直接放在地里不收，烧掉了事。但是现在村民们想出了新办法，把秸秆粉碎发酵做成新饲料，牛不仅爱吃，营养也好了。100斤里头草兑个200斤水，1两那个发酵剂，发酵到那个1个星期左右吧，基本上80%-90%都用上了。牛还乐意吃，基本上出的那个味儿就和那个酒糟味儿一样。完了养的还胖，完了还那个毒还那个年年保持一个。就这样，原来没用的秸秆变成了营养饲料，变废为宝又绿色环保。现在布拉格台嘎查80%以上的家庭都平均养殖6头牛左右，直接带动了嘎查54户贫困户增收。村里的人均收入也从2018年的3700元增长到6700元。一个基础母牛的一年的费用也就1000块钱，完了他下个牛犊以后也就6-7个月吧，他咋得能卖个6-7千，最低的了7千，一个牛犊咋省6000块钱。当前全球 5G 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今天我国工信部对外宣布将于近期发放 5G 商用牌照。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目前我国 5G 已经具备商用基础，近期将发放 5G 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工信部表示，我国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在 5G 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5G 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我国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超过30%。在技术试验阶段，多家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我们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 5G 发展成果。在 4G 时代，多家国外企业已经参与了我国的移动通信市场，并与我国电信运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13年，我国成立了 IMT2020 5G 推进组，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英特尔、罗德与斯瓦茨等国外知名企业都是推进组的成员单位。那么在今年以来，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和相关的企业都在为 5G 的正式商用进行了哪些准备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近期，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接连发布了今年的 5G 战略规划。中国联通表示，将在上海等7个特大城市开通 5G， 实现连续覆盖，在33个城市实现热点覆盖。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也表示，正在推进各自的 5G 网络建设。在5个城市开展网络应用试验，其中在杭州开通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 5G 基站和 5G、4G 双基站。在12个城市进行了 5G 的业务示范试验和建设。中国电信已经建成了以 SA 为主的 SA 和 NSA 混合组网的这样一个跨省的跨域的规模试验网。运营商积极抢滩布局，推动 5G 商用步伐加快。终端方面，各大厂商也纷纷推出自己的 5G 手机，等待商用牌照发放。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 5G 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业的第一梯队。
业内人士表示，非常期待未来大规模替换四 G 手机的阶段。三 G 是大概是花了十年，全球发展到这个5亿；四 G 呢，大概是花了这个5到6年。大家预计啊，对5G 可能只需要2到3年就会发展到5亿用户。第一批主要还是以个人为主，那第二个场景呢是物联网的场景，那相应的终端的形态也会变得多种多样。从 4G 到 5G， 公众的移动消费生活将发生很多可以预见的变化，更精准的对接，更多样化的设备，更安全人性化的交互，越来越多新体验正在赶来的路上。变化一，升级。有了 5G， 网络世界从二维升级到三维，导航不仅提示哪条路堵，还可以提示第几条车道拥堵。在农业消防方面， 5G 可以使无人机获取远程的超高清画面，帮助喷洒农药，发现火灾现场的着火点等。而 5G 带来的手机云端存储，让用户收看更酷炫的画面，体验更热烈的娱乐场景。变化二，赋能。 5G 可以给智能硬件赋能， VR 眼镜、智能手环、智能耳机， 5G 时代强大网速和低时延等特性将为未来各类新型智能穿戴设备提供基础支撑，人机互动方式将彻底改变。通过智能耳机可以随时测量血氧、血糖等信息，在 APP 上创作传统戏曲、写诗、问诊、寻人等应用也将拓展新空间。 5G 来了，但核心理念并不会改变，个人信息保护将是更加重要的课题。今年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应用程序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范围涵盖了电子商务、地图导航、快递外卖等多方面。除此之外， 5G 时代以人为本的服务创新理念也不会改变。万物互联时代不意味着人类会面对更多冷冰冰的机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将得到人性化的拓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今天举行的广东省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新瑞表示，广东省的 GDP 今年将突破10万亿元大关，下一步广东将重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马新瑞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科技人员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目前广东正在推动按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的政策解决。港澳这特殊人才来了，我们基本都按照香港澳门的个税的这个方案来把它解决。有一些好的大学，我们广东的这个实体的经济的创新能力相结合上，我们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此外，马新瑞介绍，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开通给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极大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接下来仍是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最近呢，还有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像这个香港和深圳的相约口岸、澳门到珠海的粤澳新通道，这些都会在今年底都能把它建成。我们正在规划高铁、港口、机场的协调。上个月，广东出台方案，明确广深两地要优化汽车消费环境，逐步放宽汽车指标。昨天下午，广州和深圳两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宣布，从今年六月开始到2020年年底，各增加一批中小客车增量指标。这个政策将带来哪些影响呢？根据通告，广州在今年6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将增加10万个中小客车增量指标，深圳今明两年各增加4万个中小客车增量指标，其中1万个为摇号配置，3万个为竞价配置，个人指标的比例为88%。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表示，目前实施的限购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治大气污染和治理交通拥堵。新增的8万个指标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目前我市机动车的拥有量已经超过340万辆。2019-2020年每年新增4万个普通小汽车指标，那么对总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深圳市民印先生最近正打算摇号购买一辆小汽车，
他告诉记者，此前由于中签率低，竞价价格太高，他只能望而却步。给更多的这个正想买车和愿意买车的人的一个空间，选择的空间更大了，或者说没那么难了，更方便了。记者了解到，近期深圳小汽车个人车牌成交均价接近7万元，摇号指标的中签率缩小到了0.24%。随着政策对摇号和竞价指标的放宽，汽车销售市场或将迎来一定的增长。一方面，买车的客户明显会多了，然后大家对这个指标的这个价格也非常有信心，觉得这个会降下来。业内专家提醒，车牌指标的增加，短期来看将可能对城市造成交通压力，相关部门要考虑城市的容纳能力，增加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之所以严重的对机动车的数量进行一个限制，是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量不够。那么这次呢，如果我们加大了汽车的消费量，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量再跟上去，这样的话，消费加投资型的经济拉动作用呢就会更加明显。国内最早的连锁健身品牌浩沙健身目前正遭遇经营危机。继去年媒体爆出南京四家浩沙健身同时关门以后，北京的多家浩沙店最近也出现了快速撤店的情况。这家曾经在全国拥有超过160家健身房门店的老牌健身房到底怎么了？北京的张先生去年年底在离单位附近的浩沙健身金鱼店办了100节私教课和一张3年的健身卡。然而今年4月份开始，张先生发现健身房陆续出现了团操课取消、游泳池关闭、断热水、经常性断电等问题。5月份被告知健身房已经关了。下半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做的不是特别好了，收我100节课的那个健身卡，我花了3万块钱。然后呢，说您可以办一个3年的健身卡，说是4900。我实际上我只用了10节课。加入浩沙会员维权群后，张先生发现浩沙健身多家门店有上千名会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一下办了5年的，我们一家子人，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办卡，我们都没想到这个说倒就倒了。5月初就是运动、操课、游泳、洗澡都给停了，相当于快1个月已经瘫痪了，所以这个泳池的水特别脏。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浩沙健身的金鱼店，然后一走进这个游泳场馆呢，我们就可以闻到这个迎面扑鼻的这种恶臭以及特别刺激的这个味道。然后走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泳池的这个水呢，现在已经是这种泛绿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不明的一些物质。从5月1号以后，再也不让游了，然后这个水呢也没人维护了，然后就越来越绿，甚至他们还拿这个泳池的水去冲厕所，因为没有水嘛。宋先生了解到，会员里面损失最多的超过5万元，目前大家正准备联名向法院集体起诉。现在目前就金宇店我们签了字的差不多是100多人，然后在大兴新城店联名就是说体现这个会员卡金额的总金额已经达到168万了。我们现在就是拟这个起诉书。说是现在有人接手我们店吗？要往外转店吗？那具体的日期有给吗？具体好像就说这2天过来交接吧，是这样说的。领导跟我们这样说的，我们联系不到上面。消费者的钱打了水漂，员工的薪水呢也是遭遇拖欠。那这么多人躺枪，而浩沙出现问题之前是毫无征兆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去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至今就工资一直没有发放，拖欠了我将近有10多万的工资。将近12万，我们的负责人现在我们也联系不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因为浩沙股市跌了，他让我们先强制入股，直接扣工资。扣完之后呢，之后就好几个月不发工资。采访中，记者遇到了前来要账的杨先生，他从2014年开始给浩沙健身供货，起初都能按时结款，但从2017年就陆续拖账，目前浩沙已经欠了他200多万元。到现在电话打也打不通，也没人接电话。我身后的地方就是东艺国际传媒产业园 C4号楼。那据知情人士介绍，浩沙健身的总部就在这里。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这里呢早已是人去楼空。这是浩沙国际的总部是吗？对，说是总部啊，但是我们把合同就解除了啊，然后他们就搬走了。对对对对。记者查询得知，浩沙健身总部的工商注册地址已经变更至浩沙健身中关村店。
记者又来到浩沙健身中关村店，发现该店因欠费已经被物业断电，今年4月17号就已经暂停营业了。反正出这个事之后的话，领导都没露面，我们都联系不到直接领导人。记者拨打浩沙健身的注册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又多次联系浩沙健身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我只是负责他们的公告的事情，所以呢，对于北京浩沙我也不了解。我试试看，联络他们的董事，看看有什么回应。但截至今天，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目前，浩沙集团官网已经无法打开，域名被屏蔽访问。记者了解到，浩沙健身的两大股东浩沙国际董事长施洪流、泉州浩沙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洪燕因欠款12亿元及利息，已被福建泉州中院列为失信人员执行名单。浩沙国际的多家子公司也已经被工商部门登记为经营异常名录。浩沙国际早在2011年就已经在香港上市，去年下半年浩沙国际还被指伪造收入、虚增业绩，截至目前一直处于停牌状态。为什么它还能继续圈钱？对于美容健身这样的预付费重灾区行业，应该如何完善和监管呢？李女士从2018年开始在浩沙健身办卡上私教课，但后来在协商退卡退费时，被浩沙健身一拖再拖，负责人也找不到。李女士报警无果后，去北京朝阳区法院起诉。李女士上网查询才发现，浩沙健身金鱼店属于北京浩沙健力健身有限责任公司。这家2009年注册的公司有高达100多条的司法和经营风险提示。那种被法院就是也因为不按照合同履行法律，已经被无数人起诉，但是他还是可以在之后的年份2017年、2018年还是可以成立分公司，换个名字，同一个法人，甚至有的店都没有开张，圈完钱就走了。专家提醒消费者，办理预付费项目时，应该先核实相关企业的资质和经营情况，要保留相关的合同和付款小票，权益受到侵害要尽快向有关部门投诉。如果是浩沙的话，明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的租期，又不想延期，然后又不想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以宣传比如5年到10年的预付卡卖给消费者，然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样的话他有很有可能合同诈骗罪。专家表示，如果是遇到欺诈行为，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3倍赔偿。记者梳理典型案例发现，预付卡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特别是在美容美发、健身、摄影、汽车美容、餐饮等领域。但由于目前的预付卡备案制度存盲区、处罚力度较轻、征信体系不完善等深层次原因，导致这一领域乱象频发。专家坦言，预付卡消费亟待规范和监管。对预付费的资金要进行相应的监管，要从预付费的金额当中提取一定的保证金。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100多条司法和经营风险提示，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却在屡屡开店欺骗消费者。这中间有法律法规的滞后和缺失，比如在2012年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当中，仅涉及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三个行业，而对健身、美容美发、教育、文娱、网约车等领域没有覆盖。同时，我们的监管部门也要守土有责，提升资质门槛，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企业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让恶意失信企业无路可走。如何约束企业，让他们在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框架内行事，相信有关部门能做的还有很多。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波音飞机爆出的新问题。美国联邦航空局2号发表声明说，部分波音737客机零部件可能存在制造缺陷，所涉及的机型包括波音737 MAX 和波音737 NG 系列飞机，有关机构需要立即更换这些零部件。声明说，联邦航空局与波音公司联合调查发现，部分波音737客机的前缘缝翼导轨可能存在制造缺陷，问题部件可能达到148个，由一家次级供应商制造。
全球可能有179架737 MAX 和133架737 NG 系列受影响。前缘缝翼是安装在机翼前端的狭长小翼，用以提高飞机临界迎角和增加升力。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问题零部件可能因制造不当而容易出现过早失效或开裂等情况。尽管前缘缝翼导轨完全失效，可能不会造成飞机损失，但存在导致飞机在飞行中受到损害的风险。波音公司当天发布公告说，某一特定批次的前缘缝翼导轨可能不合格，但尚未收到任何报告反映载飞客机存在与之相关的问题。目前已发现20架737 MAX 和21架737 NG 最有可能安装了问题零部件，建议航空公司额外再检查159架737 MAX 和112架737 NG， 一旦发现问题零部件，务必在飞机再次投用前更换。美联邦航空局说，他们已提醒国际民航机构注意这一情况，并采取必要行动，并将发布一份试航指令，要求波音公司更换问题零部件，而受波及的航空公司需在10天内完成更换。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2.8%，较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但仍在扩张区间运行。家电及农副产品物流活动活跃，快递快运业和铁路运输业走势稳健。日前，山东青岛警方将近年来以劫案件中缴获的部分毒品进行了集中销毁，包括冰毒、K 粉、海洛因、麻古等，共180多公斤。近日，甘肃省兰州市发文，严禁中小学借研学旅行名义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创收，或变相组织教师借机旅游，明确规定研学旅行时间小学不超过3天，中学不超过5天。2号，印度高温天气持续，西部沙漠省份拉贾斯坦邦的丘鲁镇最高气温达50.8摄氏度，成为当天最热的地方，另有多地气温逼近50摄氏度。当地时间2号早上，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一艘大型游轮与一艘游船相撞，造成至少4人受伤。据报道，当时大型游轮正准备靠岸停泊，因与拖船连接的钢缆断裂，导致游轮失控撞上游船。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6月1号晚，日本横滨市一无人驾驶列车逆行撞上了挡车器，造成15人受伤。日本警方目前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发线路何时恢复运行尚无时间表。2号，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州进行了一场拖拉机竞速大赛，平时慢吞吞的拖拉机以最高接近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狂奔，场面惊险刺激，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在河南安阳，来自多国的特技飞行员以天空为舞台，上演了眼花缭乱的特技飞行表演。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感谢您的收看，明晚同一时间我们。